然后再来就是，那我再录嘛也好，反正就是这个点嘛，这个点，好，可能一开始比较难，但我跟你讲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贴着这东西，靠它，你会成一直线，往后转放，然后之后开自动，开自动哈，开自动之后往上跑进来了，够简单吧？OK 吧，大家都会了吧？有没有学到啊？然后这边要转个两圈，关游戏重开。